两号工地是吧？我们对那个仪器过每个阶的时候，它的每个声音，它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是有伤损的话，它会产生那种短促的那种或者声音，是吧？你要如果用耳朵认真去听，你一般可以听出它那种。碳酸工作确实比较辛苦，夏天的时候啊，刚果温度有五六十度。 我们还要在上面作业，到了冬天的时候啊，特别是在这种环境下，那个大墙上作业又寒风刺骨，一旦跑下来，好多同志啊，那个手脚啊，那个耳朵啊，经常冻伤。那个也是啤酒。